对不起啊大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快点，弄掉！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不快走，再不走就没命了！快走！哎呀，哎呀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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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，快走！ 国王被盯上了，咱们走，走！哎，情况不大对劲儿！站住！娘，小心！追！ 白鲨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找花弄影吗？东王怎么跟人打起来了？那个大白斗笠的，就是花弄影啊！追，快！走！ 国王，教旨有令，务必将花弄影带回去，不得抗命。我女儿想去哪儿去，你管不着。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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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这个逆伦弑母的杀人凶手，现在还敢这么装腔作势？你今天休想逃出老夫的手心！左右，拿下！是！啊！蒙主，宋生丘在东南方三里处。 生丘呢？跑哪儿去了？他被抓走了。哦啊！我徒弟生丘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他被张二叔抓走了。哦，被张红磊抓了。红磊，你们怎么和神龙派打起来了？因为他们想抓宋大哥。啊！敢欺负我徒弟！嘿嘿嘿，这就对了，该你了。上！看看边老头的。 赶紧先给我围张罗解围，趁机抓住宋生丘，走。
皓月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山洞吗？是。有那么可怕吗？是很诡异。你过来。顾都督，进去看看。这怎么？你想抗命？副都督饶命啊！副都督的意思是要把这个山洞作为陷阱。哎呀，好过瘾呐！啊，赶快离开这儿吧！啊，好，走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九宫，来！不要玩了，先撤吧。哎，这光没玩够，行了行了，快断后，你们先走吧。我一起来。走啊！走了。金大猫，你和三位长老快点追上，务必把苏神秋拿下。那你呢？不用管我，我先顶着，随后就到。盟主，各位掌门，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。盟主，我们快去追，千万不要让魔教先抓到宋神秋啊。是啊，盟主。是啊，走吧。追追追，好，走。没工夫和你在这纠缠，赶快让开！闲暇剑客宋生秋，我们魔将势在必得，劝你别白费功夫。再不让开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正合我意。启禀副都督，宋生秋等人正晚正未赶来。宋生秋、何玉凤、花弄影三个一个都不少，看来今天老天爷对我真不错。有什么事你找我说，放过其他人。少废话，你们三个我抓定了，你们最好乖乖束手就擒，要不然我一声令下，就算你们武功再高，恐怕也只有变成刺猬的份儿。那人是谁啊？怎么那么大口气啊？不好意思，你认识他吧？宋生秋，你找死！
本都督是奉朝廷之命捉拿通缉要犯，本都督奉劝不相干的人速速离开，否则刀剑无眼。哎呀，你们有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呀？啊，他说刀剑无眼啊，我们纵横江湖几十年还怕这点小阵仗？真是滑稽。你们别在这碍事，宋承秋他们是朝廷要犯，现在要拿他归案。看来他们马上就要打起来了，咱们先坐山观虎斗，见机行事吧。也好，这才是我魔教本色。那老头武功高深莫测，另外两个也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，看来还是要对宋生秋用激将法，让他自己送上门。宋生秋，想不到你是让老人家挡箭的孬种，你要是还有一点剑神传人的尊严，就赶紧过来投案，别连累无辜的人。恩公，前辈，他们是冲我来的，生秋不想连累你们。宋大哥，